动作老记不住，时间有点赶，记不住有点。你们脾气大吗？平时我以前一点脾气都没有，我感觉我现在也没有脾气，我感觉能温柔温温柔柔的人都可好了。我预言过千次，宝宝贴贴完就温柔了，吹个屁。磨练多了就没了，磨没了，收钱很多，越长大越那啥，越长大就越温柔。现在发票瓶是不是都要花钱？我直播间不用发票瓶，没那么多人，人多了发行。是否还否还会唱？
灵魂早已无春风，流浪到天涯，眼泪一滴滴落下。中年以后哪来的脾气？该有还是会有的。啥时候拍一个这个歌的舞蹈？我不会跳，这个歌我不会跳。都不给个飘飘的机会。能呀，你能飘飘呀，你是管理，你能飘飘。淡淡脸中，欢迎归来仍是少年郎。人数不够啊、哦、你的意思说我直播间人少是吧？没事，等我以后哪天人多了你就嘎嘎飘瓶啊。那些无声的味道一滴滴落下，孤独的人啊，夜晚是否还回家？灵魂早已无春风，流浪到天涯。那些无声的回答，眼泪一滴滴落下。噔噔噔噔噔噔。够金色至尊飘屏的条件了，喊我金色至尊。我也不知道那是啥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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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金色。
是的，我是天秤座的。嗯，是的呢。我六月份得送出去个生物礼，我还不知道送啥。你看他喜欢什么吗？你的每个作品都点赞没落过，这么好吗？谢谢你。但现在很少女孩子带什么裙子什么的吧？我妈就是，问她要啥礼物。妈妈比较认那个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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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像那样的宝宝。我现在对这些东西不是很那个什么，不是很感冒。我妈就喜欢戴金子，还说什么银项链对身体不好，银又不值钱。父母都喜欢金子，那以前我妈还买。金的手链、手镯什么什么玩意儿，还说给我买呢，就是说等你长大了戴。我寻思再长大我也不戴那玩意儿。他就给买那个手镯，那大那个叫什么大金珠啊，哎呦，大金珠，老吓人了。如果这就是结局。如果我还爱你，如果我愿相信，你就是唯一。错把钻石当成宝。哎，你们看那个电影没？叫《血钻》。我终于知道为什么钻石会值钱了，因为它难挖呀。因为那是用无数鲜血才挖出来的东东啊。嗯，对，那个很好看。那不止我自己，是我证明我爱你。钻石值钱是营销出来的。是的。我感觉一个东西如果火，它都是有故事的，都是有几十年几百年的故事，然后人们再给它编一编，再说一说，写一写，给它就营造出来，它就贵了。梦儿也需要故事。是的，我也需要故事。来吧，给我编故事吧，你们。来吧。把昨天留给我，如果这不是结局，如果我还爱你。来个东北爱情故事可以吗？可以。曾经我很爱一个男孩子，他也很爱我。后来因为异地，他在澳门，我在东北上大学。因为异地恋的原因，大家那个感情就磨了。磨了之后就分手了。好了，我的东北爱情故事讲完了。就磨有了，就乡村爱情番外版，没哭，当时哭了，现在不哭了。结果
我的那个前男友跟着我和我姐姐的和我姐的同学结婚了，而且和他结婚的那个人是我姐姐的情敌，就是我跟我姐，我俩就是都是情敌，能明白吗？那个女的是我姐的情敌，那年就是他和那个女孩都喜欢那个男生，他俩就干起来了，他俩就打架了，打起来了，从此以后他俩就闹掰了，好朋友你知道吗？后来就掰了，结果呢，他跟我前男友结婚了，就合着他跟我姐，就是这个人是我和我姐的那个什么玩意儿，亲姐不是，我舅舅家的。狗血的爱情，我和我姐我还寻，我说姐他俩怎么能结婚呢？我姐说我也不知道，他克你家，东北真响，谁知道啊？我母鸡，啥事儿都有。谢谢太阳的太阳。连桥，这不叫连桥吧？你几岁谈恋爱？我想想啊，我是初中开始谈恋爱，嗯，晚饭该热火。心宝宝，有人爱你灵魂诱惑。你这感情史，那咋的了？谁初中不谈恋爱呀？纯洁的爱情故事。那你讲讲那称霸抚顺的故事吗？我没称霸抚顺吧？你咋不说我称霸三亚呢？你俩，我幼儿园就拉小女孩手，我幼儿园我还拉小男孩手呢。疼不疼？有人在你世界路过。我还记得我上初中的那个男朋友，那个时候我不想跟他处对象了，我不想跟他好了。这哥们儿直接就冲出教室就跑了，我心完了，是不是自杀去了？不是，合着他躲了一个地方，抽烟去了。抽烟，上初中抽烟，哎妈，那时候谁要是抽烟，感觉贼坏，你知道吗？是个大坏蛋，咋，老吓人了。我说刘星，这可别自杀了。抚顺十年风云之沉默而转，快拉倒吧你！初中就这么深情了吗？替他伤心啊！深情。他因为啥了？啊，那个时候因为他学习好，完了之后呢，长得还行，跟他处对象了。后来因为啥了？有啥分的呢？啊，因为我考上另一所高中，他去另一所高中了，就莫名其妙的分开了。欢迎彭于晏之沈阳粉样，抚顺第一深情，江南第一深情，沉默。哎，
出那个。噔噔噔，PPT 啊，那你边边听直播边写呗。颜色，你说衣服吗？有人骂你野心勃勃，有人爱你灵魂诱惑，这个星球而脆弱，而我也偶尔想与你沉默。欢迎神秘人，欢迎 Jacqueline。这是谁呀？送我的这个抖音一号呀？谁是神秘人？零幺幺八是谁？李月熙吗？是李月熙吗？这个衣服什么结构？这个衣服它就是这个位置指出来一块，然后长得像袈裟一样的衣服。咋还在播？我要强。我叫陈，哥美女 ，Hello， 你好漂亮啊，小姐姐。谢谢，你很漂亮，我们玩吧。你想玩啥？欢迎于鹏，我们小玩一下吧。我们要谁输的话，谁就谁就来。穿衣服可以吗？穿尾数的衣服。穿尾数的衣服。嗯，行，可以。好，好，那明白了啊。好，谢谢于鹏的灯牌。哎，他这衣服不错呀，正好适合我光天拍一个广告。不行，一会儿我得问问他。直接和我说一样穷不就好了吗？我内敛，我要钱，我努力挣钱。自贡搁哪儿啊？自贡在哪儿？从我认识你到现在，你粉丝是怎不怎么涨啊？我呀，你没看我现在都掉粉了吗？我都掉粉呢。四川啊，哦，好吧。欢迎不吃米饭。那咋办呀？不涨粉儿，没办法呀，就努力呗。你努力努力，万一哪天它就涨了呢？强求它也不涨啊，强求粉儿也不涨，强求音浪也不涨，就爱咋咋地吧。哈哈哈哈哈！天空的情书，宽广的草原，浪漫的漫步。躺平了，不躺，绝对不躺，我要强，我有一天能行。前女友就是自贡的啊？那你交了一个那么远的女朋友，还有 Melody， 你咋才24？我咋不能24了？欢迎池，加油，加油！海边直播，我不能海边直播，晒黑，我怕晒黑。古巴那个视频太绝了，啊，就是我那个顶置的那个是吧？好多年前24，我现在我也24。这爱不落幕，忘了心事的过度。谢谢神秘人，你是李约浩不？是不是？
还能长成这样，也挺厉害。谢谢神秘人，没够，他们家就补了。噔噔噔噔噔，谢谢老，谢谢于鹏，谢谢堆雪人，谢谢南川，谢谢妮妮，谢谢小人物，感谢国，谢谢肖哥呀，感谢大家。咱俩玩啥来了？真的是，最后是怎么个惩罚？我都要哭了，真的。你的大哥给我上票，我真的都要哭了。那什么，嗯，我刚刚不是说了吗？输了的话就穿尾数的衣服，穿五件。五件，行，嗯，我能提个要求吗？可以啊。你能把你身上那件旗袍的链接发我吗？这件吗？对。可以啊，你关，你我们互关一下，我发给你。啊，谢谢。因为我过两天我要拍一个广告，我感觉你这个衣服我哦行，适合我。行行，你看一下这个旗袍，它这样子的啊，它这样子。我买的时候它这两边还有两根那个珍珠，但我把那个珍珠剪掉了。它这个衣服很便宜，才几十块钱。它是长的还是短的？短的。